啊！什么啊！这样这么好的武器，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啊？哎呀，小姐。我忘了，我在跟你说，现在这小姐还有这项功能。奇怪的是，在2秒53毫秒前，我并不知晓有这项防御计划，可能是因为我上当了吧。他还在记仇，这样子很过分了呀，小姐。大卫呢？这杀怪效率太高了吧？哦，这套武器根本不是我们现在的科技，比你的无所谓啦。我们应该先去确认一下大卫还在不在吧？啊？你们还能够站得起来吗？我还该可以，还有点体力。要我扶你吗？来，抓住我的手。等一下，切到输入法。好，可以了，我可以过去扶你了，你已经站起来了。露，抓住我的手。我不想起来了，这里好舒服。起来，真的吗？缠住你哦，有啦，你起来了。哦，这个姿势看起来。走了呗。好，大卫，你在不在啊？哦，哇，刚刚的一集效果还真的是，我们没有变成尘埃，真的是太好了。真的，大卫，哎，大卫不见了。他是逃掉了还是？哦，你们觉得这会不会是大卫的骨头啊？这是什么？身份卡。这个是指挥官的身份卡吗？悟星，给你看一下哦。哎，我来看一下，这是大卫的眼珠吗？交给我来确认，交给我的舌头啦。啊，你要吃它吗？喂，咸咸的，难怪你嘴巴这么臭。都乱吃东西，什么东西都交给我的舌头就对了。所以悟星爸爸，你得写下命名件啊。我刚刚确认过，这的确是指挥官的生物辨识卡呀。大卫偷出来的那张吗？没有错啊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能够打开这个扇门啦？试试看，悟星。好，芝麻开门。生物辨识卡。Open Sesame。哎，权限错误。哎啊，是不是因为没有修改过那个生物特征的？你看，我还记得，交给我。我这次会修改了。好，嘿，笑。好，哔哔哔哔哔哔，那不是我自己发出来，我真的会改。哔哔哔，交给我了啦。嘿，笑。等，不是那个音效啦。为什么这集变这么搞笑？打不开啦，悟星爸爸，这是假的。AI 小姐 ，Hello，AI 小姐，那个为什么打不开？悟星快道歉啦！他根本还没原谅你哦。你道歉好几次，而且我们过这么惨，你还你要诚真的道歉，你现在跟我认真道歉，不然我们永远困在这里啊！道歉。AI 小姐不要这么生气嘛，下班后可以去喝两杯啊。悟星爸爸道歉，露出胸部是尝试。好，那我五体投地。不是啊，我们刚刚三个都五体投地了，差不多了吧 ？AI 小姐，为什么？好吧，现在既然你们要过去的话，我们需要另外一张卡片。还有卡片啊？你的指令怎么那么麻烦啊？这也不是我规定的，你去问指挥官呀。好吧。我们去指挥官的房间去看看。路，不行，我们走。好，说不定能看出什么端倪。我们现在手上也只有这个东西。指挥官房间是哪一间？嗯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还记得稍早点我们在AI 的控制室的那个地方啊，有看到路，你是不是在玩镜头？啊？就是那一间，就是那一间，跟大卫走进去的房间是一模一样的。你还记得是哪一间吗？哦，我知道，知道，跟我走。到了吗？过头了，太远了吧？这间吗？我试试看哦。好，打开了，开了。哦，就是指挥官的房间吗？开始翻箱倒柜，各位。把这个敲掉。哦，这指挥官的癖好真的是很奇怪，他在上面挂骨头呢。这该不会是大孩子的骸骨吧？哎呦，这样说来好像有一点点感伤哦。刚
搞不好是小狗的、啊，不一定小孩啊。那个骨头看起来就是人类的骨头哦，看起来像狗吗？也可能是他的室友的。在讲什么、啊？所以东西呢？真奇怪，有没有在床底下？嗯，没有。把床拆了吗？哎、欸，这里凉凉的耶，好舒服哦。哪里？风吗？通风管还有在运作、嗯？会不会在？会不会在通风管里面？可是要怎么进去？我撬不开。你们有可以撬开的？哦、oh, ，我有这个。哦、oh, ，这有点太危险，我先出去了。好啦好啦，就已经用这个撬开进来了，没有那么恐怖，好不好？我开喽。好。OK。靠着我们的原子分解。有啊，开了。还真的有一条路。哦哦，这不是我、那个美国影集看很多啦，这是不是进去之后疫情就会冲出来把我们一个一个解决掉啊？你确定你要爬吗？ AI 小姐，哎呦，你听到那个声音了吗？哦、AI 小姐。这个基地里面有异形吗？你说说的异形是哪一种？对人类有伤害的那一种。对人类有伤害的那一种，目前没有。好，你对人类有伤害吗？这就难说了。好，请不要伤害我们，五星就送给你了，好吗？请不要伤害我就好。哦，是吧 ？AI， 你要跟我一起吗？还是不要好。要不要让路先走啊？你敢进去吗？我啊，我不行。你为什么不行？我有幽闭恐惧症啊。对哈、啊，上一集好像讲过。好、啊，那你就在这里等我们，避免 AI 突然长脚跑进来干掉我们，好吗 ？OK， 我会忍住不把它封起来的。加油！哎呦！哎呦喂啊，高 combo 啦，五星进来陪我。往我殿后。对，啊这样子，好多条路哦，这也太狭窄了吧？我是左撇子，往左边走好了，那边亮亮的啦。哎呦，还有那个钢管的声音哎，高音宝哎，嘘，回音很大，我听听看有没有人在动的声音。没有，现在目前都还只是一条路啦，还好走。前面欧妈妈的悟星，不稳得吗？还是走走看吧，我硬着头皮走。有岔路，呼吸，你还在我后面吗？我在你后面十公尺，九八七，啊，要撞上了啊！什么？好，往右边走。我、欸、这个视角很恐怖呢，看到你没穿裤子。闭嘴！你往左边走。至少不是我的嘴巴面对你，应该庆幸好不好？你那里有什么发现吗，吴昕？我看看、啊，这边好像有微弱的亮光。我这里有东西，哎、欸，你有发现吗，吴昕？指挥官把他的铺满藏在这边干什么啦？私房钱吗？我这里好像有，我看看，我那里有，这是什么？保险柜？不是，是密码卡。我要怎么拿出来？等一下，我先叫出我的手。有了，过滤卡。过滤卡是什么？哦、要过滤什么东西？试试看就知道吧。好。我也把他铺满给 A 走，换我看你的啊！我有穿裤子，你快走啦！停下来干嘛？啊，快一点哦！我看到你抓着他的铺满，亮光。哎呦，这里空气好糟哦！是不是你偷偷放屁啊，五星？啊，有可能是好久没洗脚吧。嗯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哦。哎、欸，不是这里吗？哦，走这里，走这，我走错了，我走错了，我一个通风管，一条路都可以走错路。What？ 你在干嘛？入口呢？入口在哪里 ？No！ 把我们出去 ！No！ 喂呀，这个方块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，我就放上去。No！ 喂，你被撞杀啦！喂，好暗，好黑呀、啊！快点啦！这边快被臭死了，而且阿神没穿裤子。我不行，无形的脚。龙，快点！哦，揍你啊！哎，哦，终于出来了。你在干嘛？哎呀！哇，这个小猪铺满，看他有多少钱。哎呀！是空的，你把它摔坏了。哇！看到它还破土哎、欸，啊，修好了。
啊，等一下啦，讲正事，讲正事。我手上这个是干嘛的？等一下下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在猜啦。嗯，你想想看，指挥官是这整艘不，这不是战舰，这整个基地最权力最大最大的人哈。这会不会就是万能 ID 卡？有了这个之后，就能够干任何的事情，像是可以去便利商店买所有的食物。像是可以去pub， 然后走进去，然后会有特别 VIP 的服务，有没有？国币都卡吧，黑卡，我来试试看喽。好，来，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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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哇，有用哎，哇哇，ちょっと待って，何これ？哎、欸，没有什么巨魔啊！你看你担心很多哦。不行，爸爸，那是三阶火箭吗？哇！哦，真的呢、啊，三阶火箭呢？哇！哇，我们发大财啦！我们可以把这些拿去买，不是这样子，一美金啊！等一下，我们可以用这种东西到小行星带去吧？对吧，不行。啊，对，有这个火箭，它的性能是当代科技最高的，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。哦，好多烧啊！等一下，哦，里面会不会还有死人啊？咱们先看一下，check 一下，有吗？啊，空空的。好，等一下，嚯、哦，哎、欸，旁边都是炼油厂哎、欸，哇，它是直接用这里的天然石油，然后旁边是他们那个生态域。哇，火星居然有石油，真是大开眼界啊！小心一点，不要掉下去呢。下面还有一大堆油桶啊！啊，这里面应该已经有油了哈，应该有了吧？油是满的，这样子我们可以离开这里了、欸。可是、你不觉得我们离开之前要先去道个谢吗？我们要当个有礼貌的人，就像是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所说的，我们带着和平而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怎么？哎呦，那个声音是怎样？OK 的。美国运通卡 B， 请下五下。啊 ，AI 小姐，哇，你在干嘛？我们要走了哎、欸。走吧，就跟其他人一样。要跟你讲拜拜啊，拜拜。他不理我们。接下来，这有用吗？哔哔，又是拒绝访问，这东西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那个啦，大卫的卡。哦，我想通了，交给我这个大侦探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。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大卫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在指挥官萨克斯的房间里面吗？他手上拿的是金钥，他跟我们做的事情一模一样。他在寻找打开这个大门的方法。哦、然后突然路就靠近指挥官的大门，警声大作。这时候把他吓着了，有没有？结果呢，他就没有办法找到打开大门的方式。啊、但是为什么大卫也要跟着一起到小行星带啊？不行，还记得稍早之前我们在洞窟里面找到的那个钥匙卡吗？有。AI 不是告诉我们说这是贝塔的权限金钥吗？搞不好是第二份钥匙，试试看可不可以发生火箭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来这边设定一下。嘿，嘿，嘿，没有开。设定还在打密码，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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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。有声音哎。哇，有妖怪物精。哦，打开了。哇，这是可用的哎。这可以发射了吗？我看看。哎，发射确认，已经可以发射了。上面写 standby， 哇， 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去找人类了。呀、我们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这招是我的，那我选这台好了。等一下，好了，就他妈的，你们给我一点时间、我先检查一下我的飞船有没有问题。啊，好。可是说大卫进不来，他应该也没办法动手脚。Shut up！ 你没有听过一招被蛇咬，十年怕无形吗？你等我一下啊！你觉得我会对你做什么？点燃器 OK，
还有这些都 OK。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这里是休士顿一号，这里是休士顿二号，这里是休士顿三号。我们现在位于人类火星前进基地，目的地设定小行星带，任务代号533，人类小行星带冲锋计划，发射准备。T-minus 10 9 8 7 6 5 4 3 2 1这里是休斯顿一号，已锁定目的地。这里是休斯顿二号，已经发现目的地了。这里是休斯顿三号，平安降落了。哇、哦，五星六，这些是人类的东西了，对吧？他们还有在运作哎，应该就在附近了哈。嗯，这个东西在基地也有看过呢，一定是同一批人，没有错。哇、哦，我终于要见到人类啊！我受够你们两个了。啊，又好了，我在这边跟寄西奇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边东西，悟性，悟性、啊啊，这边有一个牵引线，牵引到前面很远很远的地方、欸。哎，哇塞，好高的科技啊！我要被他找啊！找我，找我，找我。OK， 好，没事。哎、欸，这边重力很低哦，小心。嗯、哦，那个牵引线感觉是什么线索、啊哦？我们要跟去看看吗？嗯，我觉得跳过去大概不会剩下多少人的那个。对，毕竟这是小行星。搜索一下材料吧。嗯，还要趁机把设计台。这个，我找到了。这里有他们留下来的物资、哦，里面有可以用的东西吗？有。看看、啊，我不是很懂这些引力耶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健康的东西吗？这是 snake stone， 舌头啦，还好啦，舌头，舌头，我也有强壮的舌头，欸、有那个哎、欸，对啊，参照远镜，还有好多氧气罐哦，跟他来个发丝任务，我的氧气罐还是的 T 3火箭呐、啊，这个是吊钩，这有没有用啊？哦、吊钩可以试试看，来拿一个出来，好，有了，啊要怎么用吊钩啊？应该可能用线吧，它里边也有线哎、欸，来拿一个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不知道怎么用。加点油就哇，就可以被切过去了吗？目的地是那里对吧？没有错。我们要不要先练习一下？先让我练习一下好了。好 ，OK， 勾过去会就这样子飘。那边有一个小颗的，它会那个怎么讲？就是会消失，就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会消失，所以要连续。好了，嗯，我出发了。嗯，好。没勾中。No！ 我说我是领头羊哎、欸！哈哈哈哈哈！快抓快抓！交给我，交给我，走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快点上！我哦，我过来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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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斯利跑哪去了？我不知道！哇哇！我孤岛了！哎、欸，你小心点啊！救命！我 OK， 等我一下。有玩过刺客教条吗？没有。啊，医生，哎，这边往下一个简单多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啊，哎、欸，路已经跑到前面去了，这个领。哇，领头羊跑回来。我刚刚说我是领头羊吗？我刚刚明明说我是羊屁屁。哦、OK， 领队，领队要垫后。哎、欸，我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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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！行，前面哦，可以，可以。一下，哇！阿神，你过来看看这个。闭嘴！等一下，我现在很慌张。快来，领头羊！我刚刚体会到在雨后中迷航的 feel。一下，地迷航地。哦，到这里就没有路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要不要过来看？我觉得跳下去是对身体挺不健康的啊。皮卡路下去。好。拜拜，隔世再见。哎呦哎呦哎呦，
这个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悟性，哇，蒙掉了，蒙掉了，变好多，你看，哦，小心 okay, 小心，我勾住了，那、那是啥？ちょっと待って，哎，这里有人类的骨骸，哎，对耶，悟性路，哦，还有粉红小包包。居然还有遗物，牛肉干、哦，他喜欢吃牛肉干。等一下，那些东西没有危险吗？他们看起来盯着我们，可是很躁动，没有想过来的 feel 呢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像是某种特殊立场把他们困在里面呢、欸。所以是说我们现在暂时是安全。那里有几只？怪啊！你们在哪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好痛啊！好凶哦！不行了，我只看到他的把揪。我越来越多只了。啊！他们会落下低是不是啊？越来越多。我不要再下来了、欸、我不小心跑进来了、欸欸、我在立场里面没事吗、我进不去呢，是只有天选之人才进得去、我是天选之人呢、只有我不是、为什么我刚刚还摆着奇怪的姿势修好了，为什么我进不去？我也要进去，进来了，我现在是啦、大家都是天选之人、等一下，你看我看见吗、一瞬间有我在想啊，这会不会通往哪里？人类进去之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，这不会出不去吧？哦，出得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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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我们先离中间那个点远一点点。你不觉得这里的白骨跟中间这个东西很有关联性吗？先调查看看这些包包吧，刚刚被打乱了。这里有牛肉干，这好吃吗？还有护符袋，这是护身符吗？我可以带在身上吗？求个波比好不好？那是什么声音？你们刚有听见吗？我拿起护符袋的时候有一个声音，哎、欸，路易有拿刀哦。为什么你都会发光啊，路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拿起来乱按，他就变这样子了。戳戳他吗？我要戳戳。有哎、欸。发光了，有用哎、欸。大家都发光了吗？我玩中乐透，我想要活着见到人类。啊。会不会是因为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里还记得我们在基地里面，他告诉我们说有200多个人吗？可是这里数一数人，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呢。真的啊？会不会是？会不会是他们留下来的人没有带着护身符啊？所以最后才会死在这里。哦。那这样子，我们有的话，其他的人有可能只有这种可能性了吧？在这里面，只有一个方法。能确认了、我的手还在，对对呀、有，那是什么？哦，天上那是什么？哇哦！等一下，那是条龙吗？一下，哇！那是一条龙啊，条发光的龙！闪避它，闪避，闪避！哇！危险！一个，弯掉，弯掉，一下，最高那个交给我。好，这样子推下来了，这样子，火箭筒有了，哇哦，太好了，终于发，终于发，逃一发，逃一发，逃一发，小心小心哦，这岛好像越来越小了，一下，还在搞破坏哟，好深哦，它钻下去了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哇，一下。他正在充电呢、给他来一发大的吗？一下，一下，我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击落那条龙，哇！好，来了，就是这时候，发射！